提振台湾服饰美学，培育服饰设计人才，创新我国的服饰风格。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与台南县政府所共同主办的美好年代时尚汇演活动，10月8日下午于文建会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举行记者会。文建会副主任委员张玉腾、台南县长舒焕智贤伉俪接莅现场。各位看今天这个场合，这是一个100年的博物馆了。我们在这边办服装秀，你就可以想象将来在总爷堂场办这个服装秀的时候，那个彼此之间新跟旧的对话，这个会产生一些火花。那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让各位杰出的这些设计师呢，能够把新的观念带到台南这个地方。2008美好年代时尚汇演，由国内6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包括许仁宇、胡雅珍、杨雪琪、张一平、潘怡良、潘黛丽，记者会上也首次曝光此次参展的12套服装。16名设计师将在11月1日参与上海时装周。10月11日晚间，在台南县总爷堂场将率先与台南科技大学以及实践大学台南校区举办美好年代时尚汇演活动，欢迎民众一起体验服装秀的精彩盛况。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